可以。 所以以后你们班也是有机会轮到这个班次吗？对啊，还是有。现在30号有活动啊，做导览的。 然后七月，哇，真的是有媒体团要来，中下巴道，不是，三十号慢读节，哦，我知道，你是屏东县政府的，屏东县政府，哦，我看到，再还有那个 KOL 网红要来，对啊，我是 BT 的，啊。
虽然没有名字，这也是秒杀。像我十二月五号的话，也去参加你们的那个活动。十二月五号在哪里？不是十二月五号吗？十月五号你们好像跟那个青鸟是？对，他有准备有六趟，青鸟六趟，对，第一趟是十月底。不是跟你们合作的？青鸟对啊，就是南国慢读节奖，是南国台，是什么？那另外是跟你们。像曼谷节，我们是两个人，然后有一个活动说跟你们合作的，在屏东跟高雄吗？也是一样好的。不会吧？我怎么不知道？我总经理？我总经理啊？我怎么不知道？还是小事没跟你讲。我问一下，十二月五号吗？我问一下奇怪。
Thank you.
地下一楼到了，开门中，现在上楼。正班车的时候我也是蛮常搭的，主要是367、3672，如果是改这样的话，要坐票的时候还要跟雄狮去买票，他是以后每天都会有，他这样的话车厢其他车厢应该会慢慢再挂上去哦。他改的速度比较慢，往秦阳改的，其余的车厢好像之后还会慢慢再交给。对，散客的，就是散客在宇雄市那边买票，也就一个人、两个人这样子。他一个人多少？没有，就是你刚讲的。以前跑那个军列的时候，他都会加挂在里面，然后后面挂长在那个军统那一类。这种啊，跟七轮的，对啊，可是我看另外一个那个 SPK 还没修。
太漂亮了，我每次经过都一定会停留三分钟在那里想事情。你停三分钟，只给我们一分钟。好，我先给你们三分钟。好，好，谢谢。
Thank you.